怎么了？受过伤了？ 若楠，若楠，若楠，爸，我在这儿，我没事儿。叶问，看来我们得在中秋晚会上决一胜负了。其实分胜负系咪真系咁重要咧？ 我哋系咪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哋华人嘅偏见？我带若楠翻嚟系想保护佢，唔系要封信。